又有個門口行過嚟15秒，又可以入翻 B 出口嘅鰂魚涌站。八月第一個落盤鰂魚涌站嘅 Fanny 位於鰂魚涌芬尼道9號，單棟物業提供90戶，主打係一房同埋兩房。有呢度就係芬尼路，佢後面就英皇道，搭電車都係呢邊，但佢呢度有棟大廈嘅。呢度都有棟大廈嘅，景觀就擋少少，缺點就留花期比較長，2026年嘅5月底先交樓。優點就好近個地鐵站，1層2梯4戶，靚嘅。頂層就有3房，個特色户，360尺1尺嘅兩房，25樓C。入門啦，有少少玄關位，一個長形嘅廳。呢、這個露台又有新嘅設計，呢邊就擺咗一個洗衣機。咁你可以晾衫都喺晾喺呢度啦，都夠曬位俾你走動。分體器喺呢度啦，露台又唔算大，最起碼佢唔會食咗你嘅使用面積。呢、這個位置可以烫下衫啊、折衫啊都方便嘅。一個長形嘅廳啦，你見到個玄關好細嘅啫。廚房就 L 型嘅，就幾好用。佢都係用啲木色面，靚嘅。上面就有雪櫃啦，下面就有凍格。相對嚟講，你就多啲空間去儲物。總體嚟講，我覺得幾靚噶啦，同埋用起上嚟都幾舒服。轉入去就一個睡房，一個細少少嘅窗，然後呢邊就係一個浴室，都好企理。呢邊就係主人房，好大，個窗好視正啦。如果你去到23樓起步咧，就過咗前面嘅舊樓，咁基本上就可以望到一個全面嘅海景。就算唔過23樓，你都有個欄海望翻鰂魚涌公園，再望埋個鰂魚涌嘅海濱，都靚嘅。成個樓底普通分層就3.15米，個位置就喺呢度，後面就寶馬山。呢度就太古坊，成個港島東嘅最核心嘅位置。租客就由呢邊行到去嗰邊翻工。如果你話要食嘢咧，就太古城中心呢邊。然後呢度就有個公園同埋海濱啦。再順住呢條路咁樣兜落去就為港區，咁就有 IFC、ICC， 即係中上環嗰邊。其實你可以喺呢度英皇道搭叮叮車咁樣兜兜兜兜過去都得嘅，每日2蚊，好似加咗價3蚊。